就是从这个战略先布局。现在美国这个情况呢，现在很多地方很多不确定因素，俄乌战争、中期选举，还有这个台海战争这个问题怎么处理？现在朱立伦现在来了，带着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我们把这个事情呢看成一个，因为把现在刚刚发表了这个安东尼这个发表了一个那个什么呢？发表了一个这个对华这个政策一个宣誓，这个对华政策宣誓就是目前情况下美国那个白宫和国会基本上是这个拜登团队 Joe Biden 这个团队啊，就对华一个基调，这个基调的是什么呢？与中美的合作结盟，然后呢？竞争这么一个关系啊，这个这个三者的关系呢是怎么来确定呢？啊，我们来讲呢，这个现在是这步棋怎么走？这个走的一个情况，一个要有一个大的一个就作为呢，就需要有一个战略的思想，需要有一个我们这个不是现在就是看到。就事论事，对台海问题、对乌克兰问题，不是对每一件事情来讨论这个中国和美国的态度，不是在哪一天我发表了一个讲话，像这个拜登这个讲这个那个四不一无一，这就是一个战略，这个纲举目张，这个然后呢，这个我相信呢也是安东尼这个给策划的，安东尼这个，因为在这个对华这个政策的演讲的一个基本格调就是四不一无一，啊，所以人呢无信不立，就是要来谈这个问题。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格调，就是按照四不一无一这个格调来布局，来策划这个十年计划，来策划这个十年计划、百年计划。现在美国最重要的问题是发展自己的经济。然后呢，这个重新解放这个生产力，解放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就需要人才，要需要招商引资，要把这个现在这个，因为现在美国人大家都知道自己的一个弱点，就实体经济，我们现在发钞票，还有科技呢，我们现在因为疫情期间，我们发展的也不够快。但是来讲呢，从这个金融操作上来讲呢，还是比较丰，经验比较丰富的。但是还需要更新这个需要新鲜血液，需要这个生产力、科研的新鲜血液也好，要自己培养这个大学里培养也好，科研所现在在研发这个当中培养也好，需要一个培养未来人才。这是两个步骤，一个是要确定这个方针。就是拼经济，但疫情这个是另一个 COVID-19 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这个我们今天不去说它啊，这个是必然的，全世界都在搞这个防疫这个工作。但是作为美国现在的重心来讲，不是进行战争，不是搞冷战，也不是支持乌克兰，乌克兰花了400亿，这个实在是一个劳民伤财的事情这个事情呢，泽连斯基还在不断的加码，加那什么，这个只是古往言之吧。现在先把这个要放在那里，因为既然已经做了那个，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关键是要自己的事情要搞好。你美国的事情现在是停滞，还是比较，虽然看起来我现在卖军火卖得好，这是一方面，但是最重要的是一个基础建设。还有一个现代的基础建设，5G 啊，智能管理啊，AI 啊，这个智能管理啊，包括现代军事啊，还有包括这个人才的培养啊，这个建厂啊，基础建设，包括一些老旧的一些那个老旧的机场啊，交通啊，铁路啊，都需要更新，
包括我们的运输送电的运输这个用电，还有很多楼宇现在都老化，这些基础建设现在已经到了，现在比落后的已经到中国的三四线城市了。这种情况下来讲呢，不像一个泱泱大国，一个不断前进一个新兴大国，而像一个这个像变成了现在变成了欧洲了。欧洲呢，就是一个基础建设，还是你到哪一去看，还是个乡村一样的农村，还是几100年前的房子，这个呢就不适应这个现代化。我们需要这个不断的更新。当然，我不是说就把那些旧的东西都给它拆除了。我们到南方去走一走，除了佛罗里达以外，其他的南方很多城市，小石城啊，还有其他的都很落后就跟比农村还想象不到的落后。所以美国这些人为什么这些人南方的州支持这个共和党对那个民主党这个大政府，因为这个阳光雨露没有照到这个南部这个城市啊。南部城市就像中国的这个大西部大开发一样，亟待需要开发。就是说，作为一个领导，一个白宫的政府的领导人来讲，拜登就因为在你从79年你就在这个国会当中参议员，从那个中美建交签订这个台湾关系法，你就在这个国会，那到现在是几十年了，快40年了。我们现在看着他们美国这个南方有多少变化，有多少这个新气象，有多少现代化的工业，有现代化的基础建设，没有。这个是一个政府，这个是谁的责任？如果政府不能解决问题，这就是政府的责任嘛。像里根说那个谁说话你问问自己，围着南方那个城市，围着这个城市化。现在那个基础建设现代化，我们这届政府做了些什么？我们是不是人民的选民在投靠一个选票在选择我们？现在为什么都共是共南方都是共和党成了？因为拜登也好，不是这个特朗普也好，是把这个精力就放在希望能够把这些人调动起来、发展起来。我们不管是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就要把这一部分南方的这些，这叫我们在这中国有一句话叫"老少边穷地区"，那么南方呢也是新待开发地区，这叫没有用那个文学的话叫没有开发的处女地，亟待开发的处女地。那么未来10年、20年、30年，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就美国的南方。建设的城像中国的这个中国的南方一样，像广东一样，像广东、广西像东南亚这个东盟一样，因为它靠着加勒比海，这海路这个是东这个靠海取海嘛，面向大海，春暖花开嘛。所以说，我们因为这个四不一无意，就保证了中美关系不会发生冷战的一个冲突。就保证了中美关系能够在这个协调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第一是合作，第二是结盟，第三是竞争，互补性竞争，合作是最重要所以我把这个安东尼这个对华政策的讲话呢，把它修正一下。既然我有这个格局先要布局。我这个目标，这个纲，就是这叫什么呢？提纲挈领，这个纲举目张，这个中国话呢，就叫你战略上问题解决了，战术上的问题就是次要的。台湾问题这叫战术上的问题第一岛链这叫战术的问题。那么那个朱立伦，就中国国民党主席来，那么是通气，那是结盟的一个小的一个棋子的问题。你这个台湾这个局怎么样的来布？那么我既然有了这个纲，我既然要将来要完成这个
这个中美之间的 T2 这个 ID 这个 cooperation 啊，那么我就需要啊一个竞嗯抗嗯一个竞争合作性的竞争，这也是合作的进化。合作的进化大家都看过这本书，这个提出了四个原则：第一，我是真诚的，我是善意的，我是与人为善的；第二，我是有能力报复的，你对我不好的话，我就对你不好，啊，你对我好的话，以暴还以暴，我也对你好。那么这个原则就是什么呢？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这个话说不明白了，我现在美国现在到了这个需要那么基础建设这个程度了，谁的基础建设最强啊？全世界最强的基础建设的就是中国。你中国你现在我既然我到了困难的时间了，我不是我不说的 helpful，对不对？但是至少来讲，你要有个诚意，我需要基础建设，你愿不愿意帮忙？你愿不愿意支持我来搞基础建设？你大陆愿不愿意？你台湾愿不愿意？台积电愿不愿意？台湾人民、民进党你愿不愿意？中国国民党你愿不愿意？好，这个是 question 就出来了。问问你们能够为美国的基础建设做些什么？台湾那个地方是中华民国的，是习近没有统一，现在是习近平朝思暮想的一个要解放的土地。美国有没有力量来参与？有力量，但是不是美国的重心。美国不会为了这个台湾这个棋子啊，在那里出兵啊，或者是我们就是象征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啊，承诺也好，6项保证也好，看我是答应你，台湾人民可以和与什么呢？与台湾人民可以与美国人民啊同等待遇都可以，你可以到美国来嘛，美国来，我现在呢一共同建设美国家园嘛，你在这光说的那什么，你不出力，你不参加美国的建设，你就没有啊，你就不是美国的真朋友了。你要中国国民党如果要是美国的朋友的话，你要投靠美国、拥抱美国的话，你就要来投身美国的建设嘛。现在来讲呢，就叫这个加核办实行嘛。你这你你是你，你既然你愿意啊，成为美国的铁杆朋友，你就要来支持美国的建设嘛。因为台湾那个建设来讲也好，那什么也好，就说老实话，台湾未来的前途，那么就是在大陆了。那么大陆肯定要把这个地方收回去，而这个收回去不是你将来你。台湾民进党谁当权谁做主，谁就能将来就作为一个种族这些问题。他将来的台湾发展之权是操纵在北京的，而不是操纵在台湾手上的。这一点就像是孙中山说了一句话：“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兴，操之在人则亡则衰。”台湾现在发展的权利，未来发展的不是操纵在台湾。啊，民进党手里，你更不是，也不是操纵在台湾朱立伦的手上。放心好了，你即使当了什么呢？这个台湾还是要解放。你当了这个国民党的主席，你就当了台湾未来的这个所谓的总统，你也是要听这个中国大陆这个政策。中国大陆给你这个一个会台政策，你才有会台政策。那个中国大陆不让你啊，不让你这个搞这个独裁，你就不能搞独裁。所以这个你胳膊拧不过大腿的。现在不是两个，不是这个平行的关系。你来这个，就是说你来这个你有一个权利，就结束战争状态。你是战争的这个交战团体，承认你是个交战团体，你不是代表中华民国的法人政府。中国法院的现在是2758决议已经确定了这个东西这个地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你不能把这个权利给剥夺了，谁是正统？你两个人争啊，说台湾和大陆去争这个正统没有意思啊，因为这个东西联合国已经确定了，这个理都不理你，对不对？你连你发言权都没有，因为你就是个地方政府嘛。所以美国这在美国来，按照规矩，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好，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好，这个肯定了吧？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那这个也是这个清晰的、准确的，全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全部的主权，14亿人民就囊括了，不是你融合办，你愿意不愿意？你不愿意人不愿意，你可以欧。都 get out 啊！那么你这个土地是那个什么呢？是在囊中的，在这个主权这个在火力之下，在射程之内，在导弹射程之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中华人民解放射程之内。所以你任何的，任何的颠覆性，你任何的那个否定这个联合国宪章，中华民国这个就是台湾。这种荒唐的谬论，在中国大陆来讲，现在还能默认的情况下，我都觉得这个是一种耻辱、无知，是两岸人民的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不是台湾，中华民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怎么能说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呢？这叫无知。大陆人说这话叫大陆人无知，台湾人说这话，台湾人的无知，政客说这话叫无耻。所以说，我们讲了半天这个啊，我不跟你讲，你理解也好，你不理解也好，我跟美国人讲，这个规矩，这法律就是这样，法无明文规定，不得废除。法律上，联合国现在还是中华民国，还是代表中国。那国号还是这个，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当中说，我们要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就是寻名择实的中华民国。新民主主义论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要不断的提高人民认识这个民主共和这个制度的本身，这个制度的共和，这个共和是什么叫共和制呢？就是人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大家一起协商政治也好，是民主政治也好，选举政治也好，这都属于共和的范围内，就是不能一个人啊做把当皇帝，不能人人都想去当皇帝，这权利是属于人民的。我们这里说点到为止，说到这里就完了，不去多谈。我们讲谈的是我们现在下一步我们要做的事情，我在这里谈了10大事情，你要是这个东西呢，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既然中国我们向谁学习呀？基础建设，中国搞得好，我们就向中国学习。你科技那个5G 搞得好，我就向你华为学习。我不是想偷工甩工，偷工甩工，我隔靴吃，搬起石头砸着我自己脚。我美国如果跟华为脱钩，我就。5G 技术，我就想都不到这种近水楼台先得月，我就想都不了这种知识、资源，知识就是资源，科学技术就是先进生产力。我为什么要搬起石头硬背石呢？因为你华为有了，我为什么就不能有呢？我为什么不能向你学习呢？这个就是美国不要把自己那个坐地，把自己关在笼子里。脱钩是脱钩，你跟华为脱钩也好，跟那个中国脱钩，你是把自己关在自己的笼子里，不是封闭，不是说把中国关在了笼子里。你第一岛链封，不是把这个第一封在第一岛链里，中国不是你第一岛链能封得住的，就像大禹治水，大禹的父亲叫鲧，他最后用了10年时间来围追堵截这个水治水，治水结果治不了。你现在这和大禹治水的一样的呢，你要疏导，
你要把这个好的经验啊，疏导到美国来，疏导到美国人学习，你至少美国人派出一些人到中国去学习嘛。这个，米歇尔奥巴马10万强计划，就是我到派了10万青年人啊，到中国去学习改革，学习中国的市场经济，学习你中国人是怎么样的搞市场经济的，是怎么个。师不必不如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你现在虽然你过去美国这个是老大，你是老师，改革现在科学技术，那个通信技术，这个 IT 也好，这网络技术呀，你是老大。但是你这些，包括我都是跟美国人学的 IT 技术。啊，我是中国第一批那个印刷线路板的，那个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工程师。那些程序软件，我们都是跟美国学的，但是后来有句呢，我们学过掌握了之后呢，我们又不断的更新，综合就是创新了。什么叫做综合啊？我把你的东西学过来，我知道你怎么搞了，然后我再根据我自己的条件，创造一个新的一个 idea，一个模式，这就叫做创新，这叫综合就是创新。啊，这就是你的更上了一层楼了。聪明的人就是把学习别人的经验，把别人的经验变成自己的经验，这样子你就长本事了。我不是聪明的人，我不是说我在，因为你这个你聪明，因为你掌握了这个技术，我就恨你，我就杀你，我就打你，用武力来把你征服了。这个是罗马时代的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我来了，我看见你了，我征服你了。这种是那种体制上的征服，你要先学习人家，你学习掌握了人家的技术，掌握了 know how，掌握了这种本事，你又跟结合自己的条件，因为你自己条件不一样啊，所以你就又聪明了。中国的高铁技术像日本呢，向德国的学习的，现在反过来，他比德国搞得更好这个大生产，它大生产和小生产不一样，就像小农经济，中国原来是搞小农经济，就搞封建就是搞小农经济，台湾就是小农经济的一个产物，台湾人是台湾人呢，这是小农经济的产物，这个 idea。美国也不能再回到这个小农经济和殖民经济我这个美国人就是美国人的美国，不是，美国人是全世界人民的美国。为什么呢？全世界的人才都到美国来，就是因为看到你美国能够不拘一格降人才，使用人才。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啊？他还要更改，他就是因为不拘一格降使用人才，能够收集人才。人才就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中国改革的有个灵丹妙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摸着什么石头？搞了10个经济特区，就是给这些特区什么呢？不是给钱，而是给他一些政策。我们可以给这个南方那10个城市、10个州。state 一个特殊的政策，我可以让打破州的界限，我把这个州的这个联合起来，我建设这个高铁，或者建设什么的，那个网络化的建设，网络化的这个什么那个发展经济，我们联合起来然后那个制定一个新的招商引资的政策，我们不搞那么多条条框框，就是怎么样的能够利用这个人才，能够就地的人。就地当地的居民能够让他们就提高劳动素质，能够提高劳动素质，能够集合在一起进行企业的生产，企业是讲团队精神的，培养一个企业的一个熟练的一个工人，就是培养一个成熟的一个团队精神，一个企业文化。我们不是个体文化，个人的力量在大生产这个现代规模生产的。它是渺小的，是分散的，就是一个布朗运动，它这个东西，它是互相抵消的，相消的，互相相消的，最后的布朗运动的结果就是零和效应，就和你今天这个人想东，那个人想西，这个
这个方向就综合就没有了，相消性原理就是没有了，这个合力就没有是发展的动力了。所谓企业呢，就是把两个不想要，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走的，我让这两个人动了，一个走，这叫相加性的相，这个相加性的这叫争议性的这个力量就变成了就是产生共振了。你这个相消量就抵消了，抵消了你的生产力，这个能张力，你的本来张力啊，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啊，这个波形这个正弦波一样，你一个往上，一个往下，哎，这个就相消了，就零了。你如果两个都打的基本上同调或者大概同调，那么就这个合成，就一个合成这个夹角就变成了共振的一个，就形成一种共振，这力量就变大了。这个社会生产力也是这样的嘛？台湾为什么这社会比较混乱呢？就是一个向东，一个向西啊！民进党要往这边，要脱离，就共那个什么脱离台湾，然后呢，那个国民党要那个什么，要搞这个一东一西。你凡是国民党搞的，民进党就反对；凡是民进党搞的，那个国民党就反对。现在好了，现在一个要独裁，一个独尊，这个两个又相加了，所以这个共振就变成了台独分裂这个国家的一个一中各表是分裂国家，是两个一中各表，就相当于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国家啊，那个台湾是一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这就是一中各表的，就是两个国家，一边一国是两个国家啊，这两个同流合污就形成一个共振，就成了台湾共识了。这个就产生了国家，就触动了国家分裂法。这个你这个一政府一成为这个，现在90%的人都不认为台湾人是中国人，所以啊，这个就引起战争，就引起台海这个武统台湾。现在看来不能实行一国两制了。为什么？因为一国两制教育已经基础没有了，国家统一的基础没有了，所以要改变，彻底推翻这个政权了，这个台独政权、独裁政权，因为改变了这个就叫意识形态，就改变台湾这种意识形态了。那么你不就那么只有你不你们现在跟你讲道理，你不听，讲联合国规矩你不听，你认为你后面有个美国爸爸。那么美国现在也不支持你去搞台独，你现在那个朱立文来论述，但是朱立文再论述，他论述不了国家走向统一这个步调上去。那么你从那个这个时代浪潮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不顺了，你那么百万雄师过大海，那么就过来了。他不等你啊，中国这个步调这个节奏啊。他到了需要解放台湾的时候，他不等你呀，就一定要来接管这个台湾。好，你接管了台湾，你国民党你愿意留下做中国人呢，还是做台做做做做做中华民国的叛徒？你愿意到日本去，到美国去，这都可以呀。因为人是活的呀，你不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台湾。那么你可以自己走啊，你可以走人，你可以到美国来啊，到美国来，美国接你的入籍，你进入美国的，成为美国的一个公民，第一条你叫 One Nation Indivisible，因为美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呀，一个独立的国家，你接受这个条件，你在美国，那么你要参与美国的建设嘛，台积电就是一个建设嘛，产业链，你其他的下游的产业链，那是一个建设嘛，你再重新建设的。移民就是革命之母啊！移民是中华民国的革命之母啊！什么叫三民主义啊？三民主义就是不是民族主义，三民主义是共和主义，是民这个走向和谐社会、团结人民的一个主，就和谐主义是反对那种那种什么那个大清民族那个什么满族人就是高人一等，是人家民族平等。对吧？你不能说台湾人就高了大陆人一等，
你享受到台湾、到大陆享受特权，这都是中国搞的这种封建制的这种政策。美国人就没有这一套，美国人就是搞你自己就你就是到哪个州就说哪个州的法律，你就尊重这个州的人民享受什么待遇，你就享受什么待遇。你不能台湾人到了大陆，我就享受台湾什么特殊待遇，这个就叫做封建。你也台湾也不是你的，你也大陆也不是你的殖民地，你为什么把大陆，你把自己大陆人那个共产党为什么把自己的人民贬低到比台湾人低一等呢？台湾人在大学里头可以洗澡啊，可以就两个人一个房子，大陆人非要4个人一个房子，然后还不能够洗澡，这个就是。这个自我歧视嘛，自我矮化，这个东西看我不吭气儿，老百姓不吭气儿啊，但是不等于你这个不吭气儿，就不你共产党这样子就是做的这个道路就是对的，这个按理说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适应这个时代发展的一个，不一定非得要强调我的意识形态和你的意识形态就完全是对立的。美国的社会主义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更社会主义，他这个福利待遇啊更高，正是因为你太高了这个社会主义，所以你福利待遇太，所以工人就没有那个积极性，工人阶级就变成了就变成老虎屁股摸不得。就没有你不给我这么多钱，我就不上班。因为我到下班的时候，我就要去休息。这个叫做福利，叫美国的工人的福利。美国啊，我就失业了，我就有领救济金，而且救济金也跟那个你要是上班的工资也差不了多少，起码能够维持这个生活费。如果大陆这么搞的话，大陆的生产力就没有积极性了呀。要疫情呢，我宁可我不去上班，我在家里我可以拿补助啊，可以长期拿补助，可以一直养到老，到老了我退休了，我还拿有低保，还可以扶助金，我可以住在那个低收入这个宾馆里去，一个月的房费才几十块钱，几百块钱，所以这就是美国的社会主义。这社会主义反而在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呢是讲的平均主义，平均主义也没有真正达到平均，这个有差别的，这个是有差别就是有差别，你不能够差别的都那么大，你大陆人的待遇和上学的同样一个课堂那个待遇，你不能这样的在那个歧视性，你让大陆的学生在学校里感觉到。受到羞辱，对吧？待遇上说，然后大陆的学生跑到台湾的学生里的那个浴池里面去洗个澡，还叫这个台湾人那个奚落，这个就叫做，这个华人有狗不能入内，这个是自己给自己定的这种不平等条约，所以你既然有这么一个条约，我建议很多的。大陆的学生到美国来多学习学习啊，在美国来讲，他不会把你台湾的学生一个待遇，就中国大陆的一个待遇，没有这回事。你看，人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大陆的有些思想啊，确实需要改，改革，这改革确实还没有止境，包括我们一些劣根性，我不是说了吗？窝里斗这个。疫情呢，台湾就是一个窝里斗的一个典型，我一再说，台湾社会在美国社会一个害群之马，就是台湾长老会，它就是一个台独培养台独，培养把大陆人培养台独，排反中仇中恨中恨国民党恨共产党，这么一个绿营的一个根据地，一个堡垒，一个毒瘤，一个 COVID-19，所以呢。这个东西就是我提醒美国政府，我们不能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在美国来讲搞这种阶级斗争，搞这种那个纳粹这个斗争，这个就是社会枪击案的一个触发点。
一个导火索。美国社会第一大要制造和谐社会，要人人都要团结，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美国的新的三民主义，叫民和主义，要不断的立新求真，不断的提高自己的适应这个时代的综合素质，这叫民新主义，啊，让人民站起来说话，能够有让一个公民 citizen 能够像国家主人一样，我不要做国家的总统，我不要做国家的这个国家主席。但我要有一个监督的权利，有个知情的权利，参与政治和参与和改造这个社会的一个权利。那么共同建设这个佛罗里达呀，共同建呢，这个就是一个民和主义。我再说一遍，我一开始提出的新美国人、新美国城市啊 ，Reliving the City 啊，那个新的美国形象 ，New Image， 那么现在就是新美国那个。把那个冷战思维变成一个和谐和加上那个互补性竞争啊，互补各自发挥优势，相向而行，这就是一个新的形象。我们现在就是今天我给这个那个安东尼这个和这个拜登这个还有这个特朗普这个写这个信，又发表这个中期选举这个投票数，我发表我这个投票，就是我以 citizen 呢。美国总统的公民，啊，这个身份，我来参与美国的政治，参与美国的这种改革，参与美国未来的一个设计，一个未来一个两难选择的这么一个选择的方案，格局的一个建立。我今天说的这些话，都是尽我一个新美国人、新移民的一个责任，因为我也是这个国家的未来的主人，而且我将来世世代代，我千百年以后，我都在美国。我的师傅就在这儿，就像我4600年前那个石油那个中原大战那个打败了，被炎帝黄轰到中国来，轰到美国来，轰到大美洲的这个印第安人一样嘛。我们就是印第安人的后代嘛，所以我们印就包括这个印第安人，我们就是我们不是要被。我们是另外一个这个强调我自己就是一种文化，强调一种这个自信，我跟着跟我为什么不能融入美国这个社会的那个一个文化呢？我为什么叫将来被你如果不融，你就会被就屠杀印第安人也好，干什么呀？就剥人皮也好，修脑袋盖也好，我或者过去那种是野蛮的殖民主义啊，采取那样，你激怒了人家，你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的感恩节是走上来的，因为印第安人还给这个火鸡嘛，给这个殖民者一些火鸡嘛，就是还帮助他，后来就变成一个敌对的，煽动这个敌对情绪，就像台湾长老会一样，这个煽动这种民族这个种族之间的这个纳粹这个情绪，民族对立，这个族群对立。你只有相信和谐，亚裔要和谐，还中韩要在美国要和谐，中日也要和谐。日本他就不是这样子的，日本他在美国人面前他是低三下四的，但是他实际骨子里他不看不起美国人的，他憎恨美国人，他没有不是一个完全的国家，就像。你看日本人对待美国人，就会想到你将来台湾人怎么样去对待大陆人，因为日本人在台湾来讲，在日本人在日本对美国人来讲又显得是低人一等，包括韩国人为什么这个拜登那个安全保卫警卫人员到那儿这个喝醉了这个打架。他享受一定特权，这就像中国给的惠台政策，也想让台湾人享受特权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会产生那个民族情绪啊，一个抵抗情绪。美国他就没有，在美国他的一个华人虽然也受歧视，但是你做的好，你做的没毛病。你在车上不是大声说话，当然你。我们中国人啊，爱到哪儿，包括特别是女同志啊，女同胞，
堵在车上，堵到哪里，人一多了就叽叽喳喳的说话没完没了的说话，还排队也不周规矩。你一个老乡的那个一个老乡就在那排队，你就冲冲冲冲冲就加进去了，这个就叫做劣根性，自己看不起自己，丢国格。就爱占小便宜，占那点时间上的小便宜，吃大亏，给国家都丢了脸。所以说呢，我们呢要吃大亏，要学会吃，不是吃大亏，我们是要成就别人，也成就自己。这个叫先吃亏，吃小亏占大便宜。不是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们要学会啊，怎么样子能把我自己学到的东西，我教给你美国人怎么样子管理工厂，管怎么建设规划这个城市，规划这个南方佛罗里达，规划我怎么营销这个城市，我营销这个旅游业呀，餐饮业呀，营销这个那个曲园这个文化呀，我让那个。一个充满在美国充满一个和谐，充满一个多国各个国家民族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氛围。你看美国，它到了5月份，它有亚洲月，原来没有，现在有了，因为亚洲人多了，又一个和谐，这个让你受到尊严、受到尊重，宣扬你这个亚洲的文化，而不是强调你居居天天富不富，强调你们文化，只有你们文化。才是对话最先进的文化，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传播，一个文化的融合一个问题。没有源头活水来，你只有在这个源头靠谁啊？不是靠习近平、靠拜登，而是靠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作为一个大使，做一个传播文化、一个展现一个形象，每一个人都展示自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形象。一个国家都有好的形象，也有坏的形象。你不要把坏的那一方面都展现出来，那种自私自利呀、坑蒙拐骗呐、窝里斗啊、兔子吃窝边草啊、这陷阱啊、那个跳大神啊，这个把好的一面留在人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你自己做了好事，我就刚才说了，你不管别人怎么说，看表扬不表扬，这都没关系。你自己做的给自己心里，我做件好事，我今天我做的给特朗普写封信也好，给拜登写封信也好，给这个安东尼这个写封信也好，我表达我对这个美国的这个问题，我看到问题出现在哪里，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纠正这个问题，我是用我这个实践，我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我是遇到这个问题我怎么处理的，我是怎么来组织这个生产的，我是组织怎么来学习。这个文化融合的，哎，我把我的提出来，你愿意听你听，你不愿意听拉倒。我就给国民党讲，从国民党我是国民党那个1976，我给那个李登辉写信，我给陈水扁写信，同心中国，共建家园，陈水扁采纳了，提出了四不一没有，哎，OK，但是你采纳的不一定完全都采纳我，我也不一定完全同意你陈水扁的意，我给陈水扁设计安排了一个。参加那个炎帝陵，我知道有那个策划方案都有啊，就给怎么邀请让那个国台办邀请啊，我们就通过那个谁，那叫谁在那儿，我们找到那个中央一个那个谁那个儿子，我把然后呢，我们也通过一些人际关系，想要邀请陈水扁当时参加2000年那个。在湖南省炎陵县参加那个祭祖大会，因为通过这个祭祖活动宣扬这个两岸之间的炎帝文化，想要搞这么一个活动，策划的我是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我是这个活动的参与者，所以这个事情呢没有办成，我做了呀，我这个解决方案策划方案我写出来了呀。没成是不要，乾隆勿用，我就说了，没有成就当成我自己一个学习，等于我交了一个小学的毕业的考试，
我考得不好，对吧？你没有成，老没有采纳，就像我考的，我每次考试都是把自己的考试当做考验自己、提高自己一次机会，所以我才能够特别提拔那个到了那几千人在西安那个参加招聘，我是破格录取的，因为他一道题，我认为他一道题那道题恰好一个。那个已知条件不充分，他必要条件不具备，他出现了几种不确定的情况，有个两难选择，哎，我就两难选择，第一方案是什么？第二方案呢？哎，我就得了。这个2000人在那个深圳招聘呢，就是我一个人，提出这么一个两难选择，我这个不一样，结果就是因为用了我这个不一样的人，那我就到了。深圳特区社会工业区的第一家中外合资厂的副厂长，直接3个月就是副厂长，而且我没有参加那个社会工业区实习培训员的培训，因为他说我经验已经有实践经验了，所以这个社会工业区深圳都知道呀，所以我这个不是说什么。这就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和我现在我在美国做的事情，和我当年在中国做的事情一样的，在美国做这个事情比中国做的还要大，这是因为我成熟了，而且我感觉到我遇到了贵人了，我在美国遇到了很多贵人，对吧？这个贵人我在中国也遇到贵人，但是这个美国遇到的贵人，哎，这个叫做叫。这个克林顿我是打了招呼，但是没有不识一面。但是克林顿呢，在北大这个讲演呢，很多东西都强调了这个中美这个人民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呢，给我最开始呢，2007年给那个谁小布什打招呼呢，真是贵人啊！但是他的这个就像这个李尔王一样，对吧？他已经下了台了，他已经没有这个力量了。所以呢，他在有权的时候，他没有怎么做。现在等他下来，他看到了，他也做不了。但是接下来是共和党、民主党的那个奥巴马和那个米歇尔的上来了，我有同样的办法，因为我没有党派的一个区分的一个概念，我也更没有党派之间的那个不共戴天的仇恨。共和党和民主党对我来讲，这是半斤八两，所以我爱的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和这个美国的遵守这个美国的法律，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因为我是这个美国培养这个职业经理人嘛，我就是要按照美国的规矩来做事情嘛，哎，很融洽呀。2010年，米歇尔这个经常给我回信呢，像那个奥巴马也经常写回信，但是写信我有很多东西听不看不懂。那时候我英文又比较差，我就加紧时间学习英文，那个上了英文的补习班。但是我通过这个翻译器我知道他写的什么内容了。他鼓励我这个成为一个总统的公民呢，争取这个总统公民奖。另外，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在社区活动当中做出。义工的一些有力的贡献，我都做到了。我要成为一个合格的新美国移民了，但是我不一定就要去参加白宫的什么幕僚啊，什么智囊团呢？因为我觉得我这个差得太远，我知道是英语连说话都说不清楚，是吧？所以我只能用中文来讲，我只能有这个劲，我 do my best 了，是吧？我只能用中文写出来，尽量清晰 clear。条理逻辑性比较结构比较严谨的一个建议，对吧？我看到的问题，我对这个就事论事来谈这个问题，一件一件的，这叫量变。之所以到现在我成为这个在不谋一面的这个白宫的老朋友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这个事情和这能够直接对上话，能够听得进去，因为熟悉了，这量变到质变了。现在可以说是一个质的飞跃的一个阶段，我觉得我现在在美国，作为一个新移民来讲，
我没有拿到美国的最近的那个美国那个工呢，但是我是一个啊，我不是一个名不，我没有那个美国那个绿卡的户那个叫什么那个加入户籍那个工呢，但是我是总统的公民，奥巴马米歇尔称为我是总统的公民，总统的公民奖他不分国籍的。你只要对美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就是美国总统的公民。啊，我不是美国正式的这个法律上面的公民，但是我是美国总统的公民的，这叫国际公民。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 idea，这个是个新概念。我也告诉我不瞒大家说，我就是美啊，那个这个，2010年2月19号，这个。米歇尔·奥巴马给我当的，给我的 email，直接只给我一个人的 email，不是你的总统的批判。谁激励了你？题目就是这样，总统对吧？提名我为总统的公民，这个我在民主党内就有了我自己的定位。拜登那个时候2010年就给我写过很多信，email，但是那个是叫群发，但是米歇尔这个是叫单发。有联机，有单发，因为美国需要这样的人给他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他能提供中国这个改革开放的经验，而我当中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排头兵、开荒牛，名不虚传的，堂堂正正的，如假包换的，改革开放的始作俑者、排头兵。大家知道的是员工，不知道的是那些所谓的社会上的风流人物，包括社会，但不知道的是李大。我做的事情不需要别人知道，我需要历史以后来慢慢发现，点点滴滴就够了。我不需要给我去塑一个像，我也不需要像。员工一样去冒那个政治大，我不出，我处下，我不出风头，我就避免了很多雕刻诬陷。谁能说我是我提出建议，谁能说我是有罪啊？我这么因为没有去拿你的去，我没有收你的钱，没有拿你的名，没有拿你的东西去换我自己的个人私人利益，所以我很坦荡。我唯一对不起的就是我女儿和我老婆，我没有，他们对我的服务，对我的为我操心了心，对吧？为什么我女儿先到美国来？为什么让我非得要到美国来？因为在美国，她知道我不会有任何大的政治风险，她大风大浪给我翻不了船。我老婆呢，提心吊胆跟着我。为什么老婆那个什么？我感觉到对不起老婆，老婆得了，就因为担惊受怕得了乳腺癌。我们从鬼门关，2005年从鬼门关关中过来，我觉得欠老婆一条命啊。所以呢，我感觉到人呢这一辈子一定要做好事，做善事啊。我们不说为人民服务了，起码来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要做，不要去想着自己要唯利是图，怎么样子坑害别人。我想的这个东西是不是解放这大陆人民，是解放台湾台湾搞台独的人民啊！你搞台独的人，你跑到大陆来讲，你非把你这枪毙了不可。你现在你再留在台湾，也一定也不会好日，你也就纠结的，你一定是想不过去，你一定不好过，日子一定不好过。你搞台独的人，你说了那么多的那些。污蔑的这个分裂的话，污蔑中国的共产党，污蔑大陆人民的话，你说了那么多损话，过头的话，包括现在在台独上活跃的名嘴，你们这无耻，说了那么多话，但是我给大家一条出路，你到美国来，到日本去，你谢长廷也好，给日本人当儿子也好，
当这个李登辉也好，你未来你在台湾，你要想在台湾搞个地下活动，那你就搞地下活动。你不想搞活动，你在台湾到美国来建设美国，那你就将功赎罪。我们不叫你在大陆那叫劳动改造，你在这美国来讲那叫给你一个你成为一个建设者，光荣的建设者，给你立平，你的身份就变了。我给你变成，我现在在给这个国务院国务院和这个拜登总统在提这个打这个小报告，我就是放这个按照台湾关系法 ACT，要把台湾这个台独的人解救出来，解民斡旋，让他们到美国来参加美国的建设。美国现在佛罗里达进南方现在条件是苦一点。我到深圳的时候，那深圳那个是个小渔村呢，哪有大城市的现在的繁华呀？你没经过这个建设，你就不知道这个田。我没经过下乡，我就下农村，没经过那1毛9分钱的一个劳动日，没个那个四川一个劳那肩膀上的要推100多斤的东西，走个十里路，那真是我要命啊！不掉一层皮我不知道农村农民有多苦你就是到了美国，美国最差的地方现在就是南方也好啊，佛罗里达一些南方的省市，你在这里搞特地，因为那个地方的劳动力便宜啊，劳动力便宜，我搞厂办厂，我才能够搞这个容易办成，容易成本能降低啊。你跑到华盛顿来，华盛顿 DC， 你跑到北方来，这个北方军为什么打呢？他因为他南北战争的时候，北方军完了，因为他觉得高人一等的，对不对？南方军为什么是奴隶制呢？他的劳动成本比较低，你不到劳动成本低的地方去办厂，水往低处流的嘛。上善若水，水往低处流，你办厂就要到低劳动力比较便宜的地方去的嘛。人往高处走，你要采用的形式，你要采用新技术。我到佛罗里达也好，到南方那个小石城也好，到这地方，我把这些地方建设起来，成一个比你华盛顿还要漂亮的一个城市，比那个烟不是那个什么更好的一个港口。因为那个南方啊，它天气热，它冬天也可以干活，北方呢冬天就干不了活了。我看看我现在讲了多长时间讲了1个小时了，对不起，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这个起个头，我是解一念之差，解民斡旋呐。我这今天还本来还讲我列的这个十大纲领，知识结构，现在需要台湾人呐，需要一个战略上能够比台湾、比国民党、比蔡英文的、比马英九、比朱立伦的战略思想要站得高的人，给台湾人指点迷津啊。那么这个人我想不是我了，我想那个拜登也好，那特朗那个特朗普也好那个安东尼也好就给台湾要指点迷津啊，要把台湾置于死地而后生，要把台湾这个兵凶战危这个置于死地，你再搞台独你就是死地死路一条，置于死地而后生，你就知道那我干脆我离开了台湾这个地方，反正不是我台独的搞台独的地方，也不是搞独台的地方，我的另外找个地方因为美国有美国的花果山，台湾的你既然你没有这个土啊，这个土长不出台独，这个将来你先长出台独来，你将来也会被扼杀、被消灭的，你是个被铲除的牛鬼蛇神的。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管理好，结束，这个叫结束，好，1个小时。去那两条街，然后除去那两条街以外的地区了。兄弟们，这才第6街啊，就已经成这样了。
这才第六节，我去，铁锈带正名不虚传呢。实际上这个时候我的右手边就是那些所谓的高楼大厦，因为那些高楼大厦其实跟我也就没多远啊，因为美国的城市就是这样，你如果因为没有360度摄像机嘛，你只是说在它的城市中心的那两条街转，那有个7-8栋高楼，然后按照咱中国人的逻辑就觉得啊，这个城市其实好棒啊，好像跟我们中国一样，其实完全不一样啊，因为你只要出了那两条街以外就基本上都是这个样的，就美国大量的铁锈带就是这个样子，根本也就不像大家想的那样。我知道可能刚才在这个城市中心大家觉得小石城可能还会不错，但是你知道由于这个像素的限制啊，这个是不如眼睛好的，眼睛看着还是相当破的。这种大房子你羡慕吗？羡慕吧，想不想要这种大房子？可以搬过来住住试一试啊。今天就住在这周边，我在想我能不能顺利的到明天。别也别说我不挑什么好的宾馆，这附近就没什么好的宾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真的，真是把我要吓尿了。
把老夫吓尿了。说实在的，我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阿肯萨斯跟阿拉巴马比可差远了，就是阿肯色州，你甚至跟密西比的农村什么这些小镇比都不如，它的农村也跟人家差远了，太破了，这是我在美国见过最烂的州啊，没有之一，真是没有之一，怎么能烂成这样呢？我天哪！吓人。真吓人，唉，太吓人了！我去，这个小区里面太吓人了。这整个阿肯色我就没见过太好的房子，真的。你在那个杰克逊，就是密西西比最大的那城市，烂成那样。你还能见到几栋好房子？这可能是我由于不熟的缘故，我真的一栋都没看着过。我去，这房子能有80平不能？就是单栋的这小房子，估计里头80平都不能。我的个妈呀！所以说这人啊，思想啊，就是你越保守越完蛋，你知道吧？你这么保守的思想，你那么排外，你说你这儿富了吗？你这没富啊，你相反你这这么穷，穷的都没话说了，哎，我去，我都没想到今天住的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旁边全是贫民区。哇塞，哈哈，哇塞，这酒店不用安全门门都进，不用安全卡门都进不去。到了，开始这个房间的。